大家有介意无数这把数无，所以爱加咱订阅、点赞、分享 ，Yeah， check it out。弟弟，哎，快给你倒开酒啊！酒馆哦，会惊哦。有淡薄能教啦，你用方言要讲台语啊。你挂掉伊啊，你挂掉伊啊，所以要讲台语。金哥哦，甲我要共一艘船啦，但是我感觉伊比我搁较紧张啦。你一步会做到八度哦。哦，菲律宾。阿母，我可能无说你会出国哦。无怪恁拢会当食百里个啊，咱爱画一幅啊，牛头板赞安尼啊。好，安尼各位开动哦。台车沿一条路行，咱来北往盘山过岭。一支车牌啊，藏偌济故事。可能开后一站，甘是三地厝。拍一张青春的公车票。好，你等真久啊！哦，还好。啊，你今麦咧播音啥？哦，就扫一个涂骹啦。阿姐啊，啊，涂啊有看到啊，公车站有椅啊会当坐啊。哦，那是阮社区吼有在做那社区营造哈。哦，营造。政府哈请一个局啦，我改做，吼老人家呢，下底等公车时阵会使坐啦。这袂歹，这不是每一个社区拢有这种设备数啊。安尼哦，哎呀，这足大事嘛，我感觉。系啊，无诶，老人家等公车时阵都安尼苦伫等吼，啊足辛苦。搞到好无好啦？对。安尼，我来带你来去社区坐一下。好啊。十几年以前啊，哈，我做头路啊，来做社区营造哈，就找一个红砖啊，代表阮客人的精神啦。阿公嘛，他耐看啦哈，就把整个社区呢营造的比较安尼舒适感这样子。对。哎，这是你看有无？那我拢看无啦。你拢看无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有几多饼啊？哦，这个哈、哦，就是讲我们客家的礼仪啦。哦，那俗语啊。嘿啦、哦，因为我们是客庄啊，要交外口的人来做交流啊。对。哦，时间拢有啊。嘿啊。哦，这嘛有过气氛啊。啊，这是什么水果？这是汤柑啦，柑仔啦。是哦，你家己种的。唔是，这社区人啊，吼，有种的啦。我们社区吼有利用这柑仔吼，在盛产的时候有搞做成那个饼呢，纸饼呢。是哦。小等下，请你吃，但无看嘛。吃一个生活的木条啊，火料较慢。慢。啊。慢火。对。我一旦感受到啦，我你讲话。你讲话真正有够古锥啊！真正有一个客家的腔啦，啊，伊感觉我的法国腔喏。系啊，我就是客家人啊。不过我听你讲嘛是真好听呢。你唔敢咩啊？哎，你好，哦，哎，客家你好，阿公。客家个啦。你好。唔好。唔好。嘿。唔好。大哥，你先行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村长，村长。哦，村长你好。哦，村长，村长，你叫卡拉加。哎，卡拉加，变动了。是哦。那我们变种。哦，这位长波啊，啊，你村长啊，啊，你感觉这个？啊，我们社区总干事。对的，啊，你感觉你的总干事安怎？哎，不，我们那个村里面的那个泥糊人物啊。嗯。好了。哎，你感觉你对这个社区的奉献？嗯。就多啊！对，我们开始在做营造的是他们带起来的。啊，阿姐啊，啊你当初是要那想要做一个社区的营造啊？你这什么动力，可以想要做？哦，我就想讲，诶，社区哦，以前无做的时阵，足垃圾的吼，住这感觉安尼，唔是人住的款的吼。想讲哦，阮厝长都有讲啊，讲
是要来安尼甲营造哈舒适一点。好，我都讲好哦，就来召集一些人马哈出来。所以就开始拢无人咧反对啊，大家拢大家拢赞同。嘛有人反对呢，嘛有困难呢，系啊。爱想要去甲克服。对对，去考试的这个问题啊。爱爬爱受爬，就叫我们村长去。哦，是啊，这个哦，甲加好啊，让去沟通。嗯哦，啊，肯定先做，啊，咱肯定咱做好看。嗯，啊，肯定咱做了，唔肯定看你袂歹啊，我真来无爱做。啊，我来大家拢同意，所以我来才做个解释哦，啊，最好安尼。哦，啊。到老尾要慢慢接受啊，大家小经，大家斗三下。哦，那袂歹。我们这一代的人啊，吼，活到这样，是不是有一个价值感出来？对不对？好，就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说，哎，你就创造自己的不同的价值感起来啦，被认同啊。对对对。好，这样子啦。啊，我感受到啊，啊，滴只夹夹呱呱，哦，充满了这个客家的风情。哦，哎，客家的风情。对对，这个家乡的风情。对。哦，三礼拜，这坐来饮茶了，就是啊，哎，甲朋友开讲安尼啊，饮茶啊，袂歹。对，就是啊，嘿，那个中秋节的时阵啊，赏月的时候啊，拢会讨论，有人来遮食，嗯，正常老人拢食袂着，嗯，但是我拢让伊，让伊来，有人来肯来遮表示认同阮，阮的社区水，所以会来。啊，感觉个阿姐啊，嗯。哎，家己咧做再动，做是家己的厝感觉，家己的厝咧装潢安尼。哎呀，就想到爱阮家，有只工人来坐哦，来做了活动，总是爱有人徛出来，啊，伊就是上早徛出来，嗯，过来伊阮对，嗯，最好啦，最好啦，大家都好，大家都好。袂歹吼。啊，你看起来有舒适无？有啦。沙哥，你都去做嘛噶？哦，那个布置啊。哦，给油落台啦，系啊。系啊系啊。哦，亚洲嘿，雷米。哎。亚洲六六六。林姐啊，这是我们社区的沙哥。这是讲什么话啊？他讲爱讲客家。哦哦，麦是客人。你要讲。不必啊，哎呀，我刚刚你是做什么工贵啊？做什么？哦，我做的是那个铁工跟木工，还有一些艺术的创作这样子。哦，你算是艺术家啊？艺术家，哎，张工，算是算是算是。啊，那麦是多里家？嘿，是哦，嗯，众生挂掉啊，这个东家社区唯一的少年，嘿哟，那少年拢早起啊，对呀。啊，小刚啊，我问你，啊，你动作是安怎？整来一家做这啊！我想讲你足少年。我就有出去外国打工度假过嘛。哦，你有出过？澳洲啊，哦是啊，澳洲。那我在他们当地有看到一些，就是他们有把村子啊打造成艺术村，大家每个村子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。那我也想说回来台湾之后，也就是把我自己的社区，那配合我们社区妈妈一起打造这个村子，把它变成一个赋予艺术啊的价值，让来的游客那些都能感受到我们这村子的不一样这样子。哦，小刚啊，我问你，啊，你做这里不咧淡季啊？回来做社区没有以盈利为目的啦，对啊，那就是帮忙社区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真正是为着。黄很好，其实社区不是为着大单子啊。对啊，啊，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，有没有哈？我们起码把这个厝，哈，把建立起来。本来是别人要被倒掉的，哎，把它建立起来。但是呢，我们起码老人袂晓经营，我都会委托少刚把我经营，做假日的背包客，安尼。哦，所以算是这个民宿安尼。对。哎，哦，等我叫这人叫老来了，大家好。啊，我们来倒三缸哈。啊，做什么？做鱼啊。做鱼啊，来，最好的。啊，为什么要做鱼啊？来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个哈，我们社区的特色有没有？就是大汤圆呐。嗯，大鱼啊。大鱼啊。大鱼啊。蛋姐。
猪猪啊，会当食。是。哎，你用方言要讲台语啊？你看到伊啊？你看到伊啊？所以要讲台语。好，来来来。啊，这些嘛是十几档。都到底一起做的哦，你该该因所会做，对，他们就好，他们就干净，他们就做伙就一家人，我拢是姐妹啊，对对对，大家拢走了，对不对？對疫情的社区跟其他社区，有啥物无空？有啥物无空的所在？较早的社区拢无代志，大家拢严严，也无人去关心。嗯，即卖的社区，大家拢足热心来合作。所以你感觉较早的社区较好，还是即卖较好？啊，当然是即卖较好啦。即卖较好，对了。哦，较无凝结力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个人做个人的。对对对。啊，即卖社区营造了吼。大家拢把它扛下来，大家感情拢比较好。大家做一做啊，呢，做一盖工啊，做一倒沙工之后，真欢喜啊。大家拢倒沙工，什么代志拢大家同齐来安尼做。你社区有好我看到。拢是满满的人情味啊！哦，不管是你的故事啊，不管是船长啊，还是一挂妈妈们啦，我感觉真正是足够足够的人情味啊！阿姐，你看这个少年，你有啥物感想？哦，这个少年哦，我是足感动呢，伊肯转来社区来斗沙工，借他的力量啊哈，要来引动一些年轻人一起出来。以后啊。我来家，我一定希望会当尽职尽力，斗三工安尼啊。真正。对对对，敢有兼加手？我未来梳头卡的时，我都卡电话给你来帮忙，安尼好无？这我无应付啦。我袂，你来哦，阮都是到家啦。我来你卖叫伊啦。好啊，食饭。看到无，拢已经调车，你阁还袂去分享点个个按赞吗？紧去啦，甲小铃铛开开，知无？啊，我紧的去，搁在遐翕。阮大个拢讲话啊，阁唔紧去。